今天去我那个钓台上钓鱼了，我们得划船过去。先把东西搬上去。这是油菜饼，还有红中粉什么的。哎，饵料、水、鱼护、鱼干、钓箱。弄好了，用的是1/6号1.2的子线，主线绑的长了差不多40厘米的样子，就这样抛吧。第一杆就挂紧。看来这个位置。现在开始大批量的打窝，今天简单一点，只有油菜饼。新钓点测试非常成功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刚刚我开摄像机没开得了，因为摄像机没办法开。看我的伊豆，6号的伊豆被拉成这个样子，直接，这等于是拉直了呀。所以这个新钓点非常牛。啊，兄弟们，我是醉了。1.2的线在这根本不管用呀，伊豆的6号钩，你看这铅皮拉成什么样子了。鱼，不知道什么鱼。哦，哇塞，让它拉吧，用湿手绳，用湿手绳控它。哎呦，青鱼，哦鱼，是一条巨青，这尾巴估计有10斤朝上啊，应该有10斤朝上。看能不能把它干上来，因为钩子太细了。哦，有，哦有，哦这尾巴，哎呦，扑过了，钩子细了呀，又中一条。哎，这回看看能不能干上来，这钩子太差了。这钩子强度太低了，先不急着让它出水，但我这窝打得重呀，窝打得重还是有好处的。兄弟，不能在这待着，这下面正好有一道网在那，稳带了，鱼还在上面，但是钩子挂网上去了，鱼好像跑了。哦，没跑，还在。我只能祈祷他把我这从网上拉开了。哎呦，这都是6好长时间了，还不知道它是什么鱼。